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妙！就在刚刚，我们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，在户外田间地头寻找野菜的时候，她远远发现水沟旁边不对劲，走前一看，吓得哇哇大叫。听她说，好像是发现一条长长的不明生物，大概有2米长哈，而且看着有点像那个过山风，也不能。